农活农豪农豪。上海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就像半个家。傻傻傻傻努继续学习啊，再继续学习一下。马上接触下一期请签售会，我希望尽可能多的把这些时间给他们。主要粉丝他们就可能每次看到我的时候，都会把他们最漂亮的一面展现给我看。不过他们一直都很漂亮。6月14号，张庭筠，我们来看一下我打了多少分吧。哈哈哈哈。